好，多謝曬吳師傅，啊，慢慢坐啦。好。禮成，有請方海月會長同埋張伯倫先生拍照留念。恭喜香港巡迴聯合總會、香港巡迴聯合總會新加坡分會。在這裡我們有請香港巡迴聯合總會新加坡分會會長張伯倫先生宣讀誓章。我們有請張伯倫先生，謝謝。大家好，我是來自新加坡的張伯倫，本人張湛倫伯倫謹以至誠宣誓願秉承香港巡迴聯合總會之宗旨，而道交誠行善積德發揚純善精神為新加坡分會之宗旨，在新加坡市海外發揚純道精神，令道交文化得以薪火相傳並發揚光大。多謝大家。好，請張生留步，跟住落嚟我哋有請香港巡道聯合總會會長方海月師傅頒委任狀俾新加坡分會會長張伯倫先生，我哋俾啲掌聲兩位，唔該。影多兩張靚相先，好，唔該曬，請張師傅回座。好啦，繼續咧，我哋呢度有請張伯倫先生留一留步，為我哋支持嘅，唔該。俾啲掌聲，張生。大家好，我是來自新加坡的張伯倫。咁咁好榮幸，今日得到師傅啊方海月師傅崇道香港崇道聯合總會啊各位師兄同門的認同，委任為新加坡分會會長。咁我會盡我所能將崇道精神帶入光大，多謝你。好，唔該張伯倫先生，多謝各位。咁不如喺呢度咧，師傅再講多兩句鼓勵嘅説話俾啲掌聲，方師傅。我本人咧好多謝各位來賓，尤其是咧我啲學生啦，同埋咁多善信啦，仲有就係各方面嘅師傅啊，真係好俾面。咁我喺度祝大家咧心想事成，財運亨通。萬事勝意，好多謝方師傅，唔該曬。好啦，咁咧我哋兩個咧都跟今晚黎能嘅交緊啦，姻緣好合，財運亨通，家庭幸福，春年再見，拜拜。請各位員工家出嚟拍照留念，大家一齊藉住呢個一年一度咁難得嘅機會影翻張相，留翻紀念先，唔該曬。好，好喺呢度多謝曬咁多位師傅賞面光臨，喺呢度代表總會多謝多謝，謝謝。